又该是。嗯，好嘞，今天的挑战你得帮我拿个金牌。好的，好久没问题，好久没有拿金牌了。22500，全是银牌吗？全是银牌，对。啊，那其实拿金牌差不了多少的。那不是，能打的应该能有。怎么这个变这样的？好，我们现在在北半球，然后这是一个 Southwest Bay 英语 ，Southwest Bay 英语。U 型吧，看起来房子比较破，但是不像是特别破的。对，它是 U 型的，有点不像。哎，机场 ，taxi， 刚看那个机场。嗯，是的，看、啊、这个机场。U 型英语，岛国风情，机场。真的是岛国风情吗？嗯，啊，对，西班牙语，西班牙语英语、嗯、，aeropuerto， 这是小机场。嗯，对 ，aeropuerto 就是 airport。等等，北半球吗？我确认一下啊，偏北啊。北半球有点岛国的感觉，的确是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常用。嗯，哇，这个，怎么会有机场？这我想不通。我初步认为是在这一块，加勒比海啊，我认为是在海地很穷，海地太穷了。没有海，有可能波多黎各，有可能波多黎各。波多黎各那边西班牙语通用，那边波多黎各其实西班牙语通用。是，但是没有那边地图啊。等等，我再走一走。巴拿马最近加了地图。哦，等等，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了，看看这里有没有。Obra， 这是哪儿啊 ？Obra 怎么总觉得见过这个地方 ？Paradotos， 这个土豪有。Obra 怎么感觉我哪里见过这个城市啊 ？Obra， 对 ，Obra 是哪个地方？我总觉得我听好耳熟啊。Obra。巴拿马也不叫 Obra 呀，现在还换了音乐，你可能听不到，换了音乐，这个背景还挺放松的。Obra 我发誓见过啊 ，Obra， 哦，加油站，巴西不可能啊，也是西班牙语，嗯，不是葡萄牙语。岛国风情我感觉应该确实应该有加勒比海的面容，要是我就会认不得里克了。英语的确有啊，刚刚。穷山里面是不是？啊？什么地方？我、啊、这是个什么岛？我第一次，这我也第一次，这啥地方？在哪儿？答案在哪儿？我没看到答案。哦，哟，这里，哎呀，行，对，刚刚想选巴拿马，因为最近巴拿马刚加进去，这的确远了一些啊。哎，这有点可惜。有英语、西班牙语，的确有点让人抓不到。地方啥地方？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状态啊，下一轮。这又像是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地方，高速 南半球建筑啊、西班牙语 ，OK， 巴黎啊，这个念巴黎，停的意思，巴黎，这是什么 ？Domicilio， 哦，这不是 ，Slavico， 这不是国家名字啊，应该不是，什么湖？啊，我先放一个啊，你等一下忘记打了。我的初步感觉，这个像，像哪儿啊？高速很多，是市区的，感觉不像是西。当的面馆，这个太阳还挺北的，挺平啊。这地方会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地方？阿根廷？你觉得有可能是阿根廷吗？阿根廷很平，因为它很南。对，这有点阿根廷的感觉了，因为它那个太阳，你看这个位置太北了。嗯，对，让我想到阿根廷，有可能是南半球的夏天。哦、不过，有可能是乌拉圭，因为阿根廷会稍微、对，乌拉圭也很平。对。因为阿根廷会稍微漂亮一些，但路感觉有点破。对，阿根廷的路不是长这样的。我们有个牌子，看一下，反过来看一下路牌。啊，对了，是，问了。Montevideo， 对，阿根廷不是乌拉圭。对，我们在这个位置应该。Montevideo， 我们是南北走向的高速，他说的是在西边。他是西边。对，他是往右走到 Montevideo。Maldonado， 看在哪里啊 ？Maldonado， 看到什么 ？Jose Ignacio。Punta del Este， 哦 ，Este 是东边的意思，东边的 Punta。哦，对 ，Este 是东边。这个是 Punta。哦，对，这是向南的路。啊，它在 Montevideo 北边。啊，北边？它在 Montevideo 的北边。看到了吗？因为它是右往右走到 Montevideo， 往前走到那个什么城市嘛？对啊，那个城市在东边 ，Montevideo 在南边，那个不是那个城市，那名字很像而已。那不是吗？对，刚刚那个很像而已。所以南北的路，我猜啊 ，Mata， 嗯。哦，果然是这个，行吧。哦，在这儿 ，Punta de Este， 这个地方近一点。哎，还刚刚没看到，就在哦 ，Punta 是，哎，我应该能想到，因为刚才这个 Punta 在海边嘛，这个 Punta 应该也在海边。嗯，对，东边。
Punta 是啥呀？ Punta 好是海滩的意思吗？ Playa 它是海滩， Punta 好像是海之类的。这个感觉哈。哦，等等，放大一点，放大一点，那个字母好像。两个弯。好像是西里尔文。对，是西里尔。我现在看是，是不是那个吉尔吉斯斯坦国旗来了？看看是不是吉尔吉斯斯坦。嗯，再往前走一点。因为它有两个 Y 的拼写。红的。对，啊，这个字母应该是稳了。这个字母好像是吉尔吉斯。俄罗斯语没有这个字母，所以我们排除俄罗斯。返回来再看。对，然后这边的那个旗子是红的。嗯，我先去一下，我先去一下。我觉得就是 Bishkek 附近哪个路。吉尔吉斯很穷的。嗯，我看哪个地方这个地貌是怎么样的，挺平，是好没有什么山，很平。嗯，往西边走好像比较多树。然后这个路牌 Zhazi 河，有条河是吗？是河吗？嗯，这是一个南北流向的河吗？南北流向的河，这是这个河吗？好干啊。嗯，是河吧，我看看是个河，但是只是但是很干。南北流，哎，这个河是南北流的。嗯，这个河的广度好像还挺比这个好像要，对吧？这个好像很宽。这是山吗？北边霍尔斯泰基，不是，这河好像不应该那么细，应该是粗一点的河。嗯，总觉得像这种河，但是边界离比什凯克就远了。难道是另外第二大城市？它是有第二大城市吗？好问题，可能就不是个。嗯，那咱们还是求稳吧。那还有什么比较粗一点的河流？这不像啊。四十秒，再走两步。嗯，我还是觉得应该回去看看那个旗子。没有。那旗子确定是吉尔吉斯斯坦吗？哦，那还能是哪呢？蒙古，蒙古不像这样的，因为 Google 地图它只有这几个国家。它有黑山吗？这个明显不是黑山，两个 A， 两个 A 还真有可能是蒙古这样的地方。问题是，还有雪景，要不就去蒙古也有很多雪的。我还是保守一点选这儿吧，这还有一些河，好吧？啊，第二大城市吗？啊，哎，这河就对了吗？哎，但它不是那样流的，压死这个宽度就对了。不是个，是吉尔吉斯坦，然后以后知道了，在南边界是吧？靠近，还是南边界吧？争议什么？这真的是南边边界吗？它南边就是塔吉克。第四轮，又是西班牙语题，都是什么地方？这么多西班牙语题，也是南美洲比较大，这像阿根廷了吧？这次再不是阿根廷。那巴特高尼亚，对，阿根廷。你知道巴特高尼亚？我不知道这地方。嗯，在哪儿？巴特高尼亚就是巴塔哥尼亚，就南锥体那片。阿根廷其实又被扯很多。阿根廷中间那一片，其实原来阿根廷加智利就叫做巴克拉格尼亚地区。哦，那是在哪儿呢？现在找到那个地方了吗？现在就是阿根廷加巴智利，就是阿根廷。哦，那说了等于没有说，没有细节是吗？嗯，确实，又是一片很大的地方。谢谢你这个地理知识。但我们还是得找。有没有其他的信息 ？Macedonia。Micro 是初步，初步没空吗？哎，初步怎么有？哎，初步是不是这个 ？Province。初步，对。哦，是这个。其实南边个是不是这个？巴塔格尼亚。Comodoro 是不是 Comodoro？Comodoro， 对 ，Comodoro 这个地方还是上面那些，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地方。Comodoro 对，有 Comodoro Rivadama。好，那行，这我们北边有些山，我们看这北边有没有点山？哎，还真有，这是山，是吧？就是这。然后这个是Rivadaria。找这个名字，这个叫做内混。然后我们再看看，找一找这个商店。啊，这是，我看看还离山几个路口啊？还有一段距离，是不是？嗯。等等，我看看，回到原点，咱们如果是，这有街名吗？有街名吗？我们先往。东走走，我家有，我觉得找商店更好一点。找商店，这商店是什么呀？就是在地图上把这个。Materia， 这是 material。对 ，material。他怎么不写街名呢？这太难找了吧？确实。这太难找了，刚刚街名。Materia。看看这是街名，看到了。拉扎松和这边还有一个叫San Jose。San Jose。Razon。Rawson 不是Razon。San Jose。San Jose。啊，不是吧？然后，赶紧放一个，赶紧放一个。感觉像这种地方。哦，往这边移了一点。行，在这儿。果然我觉得没那么近吧，这个山。嗯，对，还行，咱们能找到这个城市很不错了。嗯，波兰。Tablica， 对，波兰。是波兰题吗？是波兰。Okay，这个字母就波兰的这些。咱们又到找城市的环节了。嗯，
这个不是华沙，我只能说这不是华沙。你是湖南吗？我再确认一下啊。这不一定，是因为是那个 L 是波兰啊，是波兰，对对对 ，W 对，这个 L 是波兰。波兰太多城市了，我们先放一个 PL， 对，已经出 PL 了，放中间一点。城市怎么办啊？现在往东走走，走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多瑞斯刚刚说，这有没有城市的名字？有没有服务范围之类的？这个 Coupo 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吗？Coupo倒挺像。嗯，现在走走。嗯，还是一个有点老的区域。嗯，整个城市都比较老。进到 Okna 了，是 Okna 州。我 Stisinia。有时候我们也考虑一下它比较像什么国家，它像什么国家呢，就会跟邻国比较接近。这个像什么国家呀？像罗会像下面一点捷克萨诺奥斯维亚捷克斯维桑，有这个城市吗？看到捷克斯像是有这个名字成立，但是不知道在哪儿。对，我感觉我们已经在市中心了吧。乌西可以有叫这个名字城市，但是不知道这个城市在哪儿。嗯，好像不大行了。为啥？嗯。Stilova，Stilova 好像说了两次了。Stilova。应该在西边，是哪边这里？现在不行。这城市感觉很老掉。那我就放这附近吧。走。哎呦，可以。挺近的。我们对于跟网友相比已经不错了。77公里，还是银牌，还是银牌。主要是第一轮太差了。嗯、你看其他的几轮多好，是吧？是啊。